政府高贵，政府高贵，强拆民宅，强拆民宅。阮遮头前面，阮85期中卫府是对咱凤山市的博爱路、中正路、博爱路交叉点，一直延伸到五原路，结果对阮这户，阮遮一带拢总有14户，其实敢四户的地主尔，大家厝拢破破烂烂，甚至无人伫遐住，讲要甲阮拆，啊，伊咧破破烂烂拆，当然较欢喜啊，啊，阮这间厝嘛，讲要甲阮拆。光你要跳，我拢合理，配合国家政策，我拢同意。但是你要有适当的、合理的安置嘛。你给我你给我10万块的租金，我一家伙啊10几个，进目前多少个？去租一间厝上少4万块，你10万块，我都2个半月，我按你话要安怎？我不知道，是恁家的代志。有这么冷血的人吗？爱规定是啥呢？平均地权条例内底规定就是互大家规定讲，遮个人有意见的时阵，咱地主局爱甲遮意见来协调了，佮做成记录，协调结果送地政司，结果嘛无，就随甲你结落啊，讲我要甲你拆厝，即落有天理吗？啊，我是希望讲咱市长会当来听即落代志，看遮下骹手的偌恶质，我是希望市政府。哦，对头开始来，啊，我们还需要的就再居住正义，上个当中是迄个原地重划，既然法定有规定原地重划嘛，你嘛有退收高位十米地啊嘛，是来一定爱用阮的土地，对头到尾，阮都拢讲无爱啊，阮唔是钉子户，阮唔是阿爸，讲你要合理的安置阮，阮要求的是安尼尔嘛，阮翁阿婆奋斗。来，转来甲旧厝修翻新，来起一间厝。结果呢，放出你个风声，甲阮讲，阮拢做阿爸亲戚的，拢唔是阮的兜，唔是阮的产权。今日阮真阿爸来住伫遮，旧年底足幸运的，我11月底生一个查甫孙，12月初生差25天，佫佫来一个查甫孙。这就是阮的第六代，为着要这个铁路地下化，啊，咱甲阮的民宅一定爱予强身去，啊，安尼你强迫阮搬出去，吼，啊，阮要去住倒位，阮厝陪你啊，我唔是占有的厝，我合我的厝，阮遮辛苦，阮的厝敢遮歹吗？这我的厝，我的厝破破烂烂吗？我一世人打拼来的厝，我唔是见不得人。你莫甲阮讲别，我的囝儿孙这个时代无地好趁食，我囝儿孙拢会当住伫遮万年永久。我打拼一世人，我65岁啊！张汉中议员带我去求地政科的局长，我甲地政科的局长安怎哀求？我65岁啊！你若土地无紧给我，无法，啊！你叫我搬出去，你袂当甲我安置，啥物拢总无的情形啊！我赔我一撮钱，我拢总无去啊！甚至我唔知3年5年，我就死啊！死了呢，我连新厝牌啊都无厝通去啊！难得政府爸爸想想有居住正义，人有居住权，啥物，但还拢无。陈吉，你是可爱的花吗？为什么今天你会变成阿爸的陈吉？你们跟我何去何从？为什么今天要拆？今天这户陈家，他们在3号才收到公文，6月3号才收到公文，明天16号就要被代为拆除，短短13天之内，配地位公开，住户、地上物。任何的安置租户都没有得到行政跟协商，合法的土地建物这边都是土地所有权状，还有建物的执照。那么这个是他们现在现况的屋子，这是两栋独立的建物。那么他们一家现在十几余人，为了繁荣地方的重划计划。必须我们逼着我们流离失所，而深耕凤山的家庭
即将面临破碎。那么在里面的都市计划里面，2004年公布，那么那时候很清楚的都市计划法其实很明确的提出5年内要提出弃部计划，可是他却在2012年才公布弃部计划，那么这其实已经违反到都市计划法的规定。所以我们今天到市政府，希望可以恳求陈局市长还有地震局公办重划的主事者地震局长黄俊雄，可以为我们凤山铁路地下化影响的住户承诺，重划原屋保留，重划原屋保留，地主配地公开，地主配地公开，屋主听证协商，屋主听证协商。那么在这前三项尚未完成之前，必须缓拆。我今天早上是从台中黎明幼儿园来声援，那本来以为来到高雄是一个快乐的城市，但是刚刚听会长的陈述，我觉得高雄它不是一个快乐的城市，它是一个悲情的城市。从去年的果菜市场强拆，把高雄市民破千流离失所，来到这里感受高雄不是一个进步的高雄，是一个假象的高雄。为什么连一个居民住在一个地方，住在高雄一辈子的土地，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手段来对待人民，让人民没有家没有住的地方？我们不反对建设，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你不要踩着人民的血。为什么你来白贼话安尼讲？今嘛才要叫我开几个啊？如果大家愿意在今天的这个场合稍微讨论一下的话，我的办公空间是一个大家可以讨论。你们的诚意不够。第一个，这是我可以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假如你们希望地震局再召开相关的会议的话，目前地震局还没有规划出几次的会议，所以可能暂时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能够召开几次会议，但是市政府愿意跟大家沟通，这件事情绝对没有变。那些地震会议之前都缓拆吗？不是，这一个部分哈，我们明天的这一个行动啊，一个待执行的行动是确定是停止下来的。那后面我们会再跟陈先生，因为这边有33户、32户是都有这一个东侧、西侧，都愿意来配合办理，所以我们要考虑到配合办理的这一个住户的权益，我们要怎样去进行。那只是陈先生这边的疑虑呢，我们会再进一步再去思考，有没有可以更多的这个协助方案可以弄出来。我们整个这一个筹划呢，是配合整个铁路地下化的重大工程在进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工程进行的这一个期限里面呢，有空间的部分我们会尽量来争取。但是你给我们10天的空间也是有时间，但是我们就是说陈先生这一部分的一些提出来的3个问题可以做的，我们都已经尽力去做啊。那到时候你告诉我什么都做不成，我们就是照程序走。我现在已经知道你明天不会拆，可是你没办法承诺说到8月会不会拆，你没办法要求。好，那我们以后我们这个抗争今天就是第一步哦。啊，之后我们运动量越来越大，我还会再带越来越多人来。东侧你的西侧属于很多经济弱势的、中风的、坐轮椅的，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自主能力，你把它拆掉之后，他们要住哪？我现在没有要求你，现在要承诺什么？哦，我们现在下次就走着瞧。哦，凤山重划、凤铁重划案不会这样结束，这样好吗？好，抗争再起，抗争再起，强拆民宅，强拆民宅，凤铁反破千，凤铁反破千。